大家好，又是我飞哥。我们上次拍片好像很久了，不过是今天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有兴趣接纸的话，就请按一下 like 和订阅，请大家预备一张正方形的黄色纸。我们今天会接一只比赛纸，第一个步骤对接。当你接完之后就打翻开，将旁边这条线贴去中间这条线，另外那边都一样。将上面接落来下面，其实我们可以将手指放在这个位置，再将上面接下来会容易一点。然后将左右上角接下去星星位置，注意你要按着另外一边，因为如果不是它会歪位。然后要打开就所有你有接过的东西，这一步要看清楚了。然后你要找一条有对称的线，就是这条了。这条线接下去，不过又不要接到左手边和右手边。同时间你要接下面唯一一条线，就是这条一起接。那其余突出来的东西呢，那你就组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接它。各角角你越接得精细，就会有越好的制成物。当你接完之后，就将它接下去。我们现在要接埋另外一边，不过另外一边好像有点混乱，我们看不到另外一边的平衡线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打翻开，打翻开差不多接得完了，就找第二条有对称的线，就是这条，又将它接下去，然后又找第二条的这条线，然后又一起接。上面今次就会有些问题，那你就只要拨开它一面，一起接又有个突出来的三角形，对准咁接，然后接向下。然后这一步呢是拍溫最后的一步，那你现在的接纸就可能会向左或右或者中间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中间，然后我们就将它打开，它就将上面这个角角接到下面星星位置。咁快咁容易就完成咗第一拍啦！将左右下边接去中间线，记唔记得一开始都系正方形，做翻之前嘅动作。第二边一样，然后将上面接落嚟下边，即系又系好似一开始咁样。接完之后就打翻开。不过呢，今次呢就打开第一层，你由下面的位置撇到第一层，就按上去上面，然之后将左右两边撇去中间那条线。你同时都可以试试用你的手指向后推，那你整块东西就会去了中间。不过不要夹硬来，因为它整烂。而你大概 push 咗去最后之后咧，你就将用手指左右两边接去中间，然后将上面嘅红色点接落嚟下边星星位置，摆翻上去，然之后将呢个尖接落嚟嗰条线嘅下边少少，大概系咁。然后将这个点接一下，接下来。如果你发现久的话，就接翻上去，你再高一点都可以。然后将这条线接下来，然后打开左边，将这条边打去中间。
将下边摆上嚟。第二边一样，去右手边，将呢条边摆去中间，再将下边呢个三角形摆上嚟，去中间，就好似咁样。然后卷第一层，然后佢又喺嗰条横线隔篱揿一下，然之合接埋。然之后你可以调校你自己个适当嘅位置，然后你可以揿一下，翻去中间，反住，然后卷呢块出嚟，接落嚟呢度，另外一边都一样，将上面呢块接落嚟，然后要接呢度。第二边一样，打开左右，然后将呢条线摆上，接翻落嚟。第二边都一样，接上嚟，将佢打开少少，然后将下边嗰块攞上嚟，摆上嚟呢度。然后将嗰一块沿住即行咁，就好似咁样。下一步系将呢条尾摆去高，即系佢个头嘅后边。呢一步又有啲难。不过如果你觉得好容易，记住用留言话俾我听啦。当你摆紧条尾喺比卡超个头后边之前，记住要近边比卡超个头啊。然后将左右两块开始接，将佢反转，然后你会发现两边都有得打开，你就拣其中一边。咁今次我就拣呢边，然之后你要将冇被拣选嗰一面摆入。有被揀算的一个面，就好似咁样。然之后你可以用胶纸黐实佢。不过如果唔想咁核突嘅话，你可以折成雀仔形，好似咁样。感觉上好似完成了，不过其实未嘅喎，佢条尾都要剪电型。咁我哋翻去后边，打开条尾，然之后由上面拉落嚟，然后固定好你想整嘅位置之后，咁你呢块嘢，然后再打开呢度，反上嚟，固定好你想整嘅位置之后，侧边呢度揿翻实佢。侧边呢度，你可以整多几个小圆圆都得。好啦，我哋嘅比卡超终于完成啦，不过系时候都要加翻啲颜色上去喎。颜色你可以自己游，不过时间就唔多了，所以我就即刻变俾大家睇啦。三、二、一，变，完成咗啦！咁靓嘅比卡超，仲唔快啲整咗几个，然之后掉落垃圾桶？好啦，片虽然完咗，不过喺你走之前，记住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点赞、揿埋个钟仔，咁你就可以随时知道噶啦。下次再见，拜。